高兄弟的，你不高兄弟，和我玩，我不高兄弟，以后我不给你做兄弟的。你不跟我做兄弟，你不可以做兄弟。来，慢点，够不够？慢点，你不跟我做兄弟。OK， 我们是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兄弟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发现。对，73公斤，帝王密码是，帝王密码是，二手工了，看，不要说密码，我先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这个料子的分量是73公斤，可以看得到开放的部位，这种色就非常的亮，非常的阳，非常的辣，来，上灯看，哇，一灯一个胳膊在呗，这种料子确实不错，而且像这种料子手都已经出来了，要，像这种没有开放的部位，这种色也是非常的阳了。一套给个十票，平均价，我平均价，我平均价，好不好？喂，100多亿，100个亿，喂，100个亿的话，你懂点，弟兄弟，我有点困难了。我啊，6位数兄弟，6位数，嗯，你想抢风了？那你要投几十个亿，你也抢风了？6位数，你是现在带着咱们谈，现在带着你出去拉走，现在在加着你的斤斤加万，给你1.6万亿，我跟你干了，我的天啊！刚才100个亿降到6位数了，你好，放下吧。能不能再一点？6位数，没有6位数谈不了，关键谈得了。我拿这么大的东西，一家人带着走不走吗？那种一家人那种东西要我走，我妈的！你看看这个柜，这种柜是没人的，就这一件，对吧？玩也就是玩这一件事嘛。直接明亮了吗？拿这么大的，那么明亮。那么你那种这个更多，你都做什么？你先别说话，我听你先说话，你别夸张。30万。6，我给你口价，好不好？60，你也告诉我60万，很多老板想要，我不给你，给你。很多老板想要，他们实际拿得下。我，你在我那里欠逼，你想干嘛？我也想要了，一口价60万，兄弟，什么60万？快点，好不好？还不行，还有60万，兄弟，30万，俺老板你给我发来，对，50万，50万，60万，还有6万，助理给你现金3元，还有5元。刚刚我看到的黄金，买过了。喂，这个黄金，喂，一个2万黄金都不行。钱哥拿走，到了关键，60万啊，60万，哎，我黄金就要够。